出席新娘杨宗顺和新娘李可薇的新婚晚宴。我们的宴会呢即将开始，请大家就座，也请婚宴大堂外面的嘉宾们入席就座，谢谢。新娘子的爸爸妈妈李永章先生。
welcome Mr. and Mrs. Lee, the lovely father and mother of the bride.好，三二。
们一起将沙倒入空中间的空瓶子呢，就代表着他们将建立起他们幸福美满的家庭。而这瓶子里的两种沙子呢，是没可能再一次的给分开来的。As they are pouring into the container in the middle, symbolize the new family that we can set up together, hand in hand, heart to heart, and it is also representing the love with community supporting Fraser in their marriage. 也是代表着在一段婚姻里面，大家是需要互相忍让、互相去体谅，还有互相去照顾对方的感受。那这不只是沙与沙的交融哈，也是心与心的交融，这就是爱的意义。这个团结沙呢，也就是代表着团结力量、家庭美满。好，我们再次祝福你们心心相印、相亲相爱到白头。Wishing you a lifetime of the greatest joy, love, and happiness. Congratulations to a wonderful couple! 好，看看我们这个沙子的颜色。好，他们再次也没有分开了哈，就是心连心啊，相结合在一起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有切蛋糕的仪式。Coming up next, we have this cake cutting ceremony. 啊，有请啊，新娘子握着双手握着这个幸福的钥匙。那么新郎哥呢，这个双手呢就啊紧紧的握着新娘子哈，这个代表着保护着新娘子哈，还有保护着这个家庭。好，吃了蛋糕圆又圆，祝福一对新人。团圆又美满，合家团圆，蛋糕甜又甜，祝福一对新人甜甜蜜蜜，恩爱到永远。三二一，好，一对新人已经把这个幸福的大门给启开了，再次掌声来祝福他们。啊，是的，有请一对新人呢，我们现在可以回席静坐。是的，再次祝福他们 Happy Home Sweet Home Forever。